怎么样？认识啊？从高中开始到现在的每一条，我都好好留着。我喜欢你，爱你的你不爱，爱上的永远不会是你该爱的人。想要赚2到3万，只要做晚上。那你们卖什么？卖暧昧。我跟苏清怡的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世界恶心的大人这么多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们真面目有多么的丑陋。喜不喜欢呢？这种事情不是每天都在上演吗？你店里很多。店里不是演的，那是我的人生。不是你写的浏览器。什么？收到惊喜是不是？他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让我们来欢迎 Rose 妈妈。何姐，死者好像是陈哥认识的人。真的做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，对不对？这间店永远不欢迎你。